所以我哋今日就嚟到呢個Affirm Plus Properties，我哋請咗Sandra Wong，同埋我哋嘅Alvin Lai，我哋今日就嚟到呢個辦公室裏面，我們恭喜 Alvin Lai！多謝公司一路以嚟支持，然後多謝Henry嘅機會，多謝 Jason 俾嘅機會，繼續努力。唔夠4秒啫！下個禮拜仲有冇？恭喜第三名Carrie Chu。 公司给这个机会跟老板跟全部top设计师吃，然后会继续努力，因为我这个是最后一天，30号才多少一间，所以如果是没有到最后就不要放弃啊！我要办第二奖了，恭喜 Sandra！ 哇！希望五月的时候我也可以有这样子的成绩，然后要谢谢老板啊，谢谢老公加group director 啊，还有同事们的支持，因为有时候有一些问题，一些 strategy 其实也是跟同事聊天得来的心得。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些 skill， 也帮助到我后sales这样子啦，谢谢。冠军，我们有请李登信。在 sales 那方面呢，我的目标是每个 quarter 都要拿到，这个是我给自己的一个承诺来的。我不管那个 sales 是多少，尽力去做，总之一定要hit到每个 quarter 的 quarter， 我就是最好。然后那个就是让我成为我一个目标这样子。 So，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最重要的奖项，是最强团体奖 ，Jason Lee， 来给各位热烈掌声。希望再接再厉啦，挑战是好事，也感谢公司们的 support， Henry， Jackie， 还有我们的考古功高的 Video Cover Felix， 还有我最深爱的一位，好，我女儿李嘉欣，而最支持我的老婆 ，Jason Wong。 也感谢队友，今天在这里，加油！